表演非常不错，我跟导演都非常喜欢。谢谢导演，谢谢副导。来，二位，别拘谨，放松点，就让导演仔细来看。我是来选角色的，请你们放尊重点。我也没怎么样啊，这些都是剧情需要。恐怕是你们的需要吧。老板，我要敬酒不吃吃罚酒，就你这态度还可以出演角色吗？我就是个小破角色，姑奶奶还真不稀罕。啊，干嘛呀你？打，打也没有用。